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我先念三皈依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482页啊，482页第五行最后一句，看起。但今愿言，十方众生闻名法性，一心念佛，即生我刹，作阿惟越致菩萨。小本也云：极乐国土众生生者，皆是阿毗跋致。这个地方最重要就是“皆是”这两个字，啊，非常肯定，没有一丝毫疑惑。众生生者，啊，是指无论是生同居土、方便土、十报土，皆是皆作阿惟越致菩萨。啊，这个经文里头说的很肯定。那要解有云，这是欧耶大师说的：今净土无逆受我，圣念成就啊，待业往生，居下下品者，皆得三不退也。这个三不退就是阿惟越致菩萨啊，这也非常肯定。你看，他是往生的时候是下下品啊，最低的品位皆得三不退。这个德不是他修正得来的，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得来的啊。这个加持得来管用，不是说不管用。下面灯念老说的，下下品人一真三不退，一生圆成佛国，此乃十方世界之所悟，为极乐世界所独有，如是甚意超绝，言思莫及。啊，这一段话非常重要啊，真正把极乐世界的优点给我们完全透露出来啊，在整个佛法里头，无论大乘小乘、宗门教下、显教密教，无比的超胜就是这个法门啊！
但是这个法门容易修，很难相信。也就是说，入门很难，修学很容易。难在大众对这个法门没有信心，总疑惑成佛这样困难。菩萨修行无量劫，明心见性的，证得十报土了，还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才圆满。天下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？这里头包括什么？无逆十恶。要接着讲的，无逆十恶是无间地狱。这些众生要相信了，十年都能往生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。佛菩萨往生没问题，人可以相信，二乘往生也没问题。天人往生还可以，卧道、地狱众生往生也那么容易，这就不能叫人相信。但是它是事实，这个话不是随便说的，千真万确的事实。我们搞了多少年了？搞了30年了，对这个事情才不怀疑了，才接受了。这接受之后，自己庆幸了，这一生无量的福德，就在相信这个法门。我们造的罪业多。无逆十恶有没有造啊？有造啊，自己不知道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不能往生，必定堕地狱。摆在面前两条路，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啊。为什么会堕地狱？出家就堕地狱。那出家好事啊，怎么堕地狱呢？出家本来是好事，你对于佛法一无所知，你就入了这个门，不知不觉你就把佛法毁掉了。谁破坏佛教啊？佛弟子破坏佛教啊，外人没有办法。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，魔王波旬告诉佛陀，他说我要破坏你的法，佛说我的法是真法，没有人能破坏。他说到你末法时代，我叫我的魔子魔孙通通出家，披上你的袈裟来破坏你。佛听了之后流眼泪了。没话说了，所以今天出家了，是佛子佛孙还是魔子魔孙？那看我们自己认真反省，我干的是什么？八万四千法门，任何一门都要经教做基础。这印光大师讲。那么你有没有经教做基础？你是依哪一部经教？这部经教学习贯通了没有？一知半解不行。必须得透彻。对你
才有加持的力量。啊，如果没有透彻，你得不到佛力的加持，你得到谁的加持？得到魔的加持。啊，魔加持你什么？魔加持你自私自利，加持你名闻利养，加持你自赞毁他，啊，加持你损人利己，加持这个，加持你贪嗔痴慢疑。如果是这个现象，那我们自己晓得，我走的这个路是魔的路，不是佛的路。这个路最后是通阿鼻地狱。啊，只有一条路。啊，你不到阿鼻地狱，谁到阿鼻地狱？我们在净土圣贤录上看到，宋朝迎客法师，那就是个例子。啊，破戒、破斋、不守清规，啊，这个人有一个长处，就这个长处救了他。啊，什么长处呢？他相信因果报应，所以他自己反省，出家之后所作所为，就肯定自己一定堕无间地狱。那么想到堕地狱，他就害怕。那不是好玩的。地狱很容易下去，不容易出来呀。你在地狱要经历多长的岁月，你才能把这些罪业消掉？罪业不消除，不能出地狱。啊，他想到这个地方害怕了。啊，求教于同参道友。啊，有一个好心的道友，送他一本《往生传》。啊，他读了这本《往生传》，看到每一个人的事迹，都感动得流泪。这本书看完之后，他就下定决心。啊，把自己关在疗房里面3天3夜，不吃不喝，不眠不休。啊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啊，真诚到极处，3天3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。啊，佛告诉他，你的寿命还有10年。这10年呢，好好的修，你临命终时，我来接引你。啊，这等于说是佛给他受记呀。啊，他非常聪明。他说：“我劣根性很重，经不起诱惑，外头一诱惑，我又要犯罪。那10年不知道要犯多少罪。”他说：“我10年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跟你走。”啊，阿弥陀佛就答应了。啊，好吧，3天之后我来接引你。阿弥陀佛不当时带他走，3天之后这个用意很深。为什么呢？3天之后他的消息露出来了，我们今天都得离呀。你说他度多少人啊，这个样子做出来，多少人感动，多少人回心向善，多少人不敢作恶了。这一个举动啊，度多少人啊，这面都得大。
宋朝到现在差不多七八百年，你看七八百年之后都感动了我们。这样大的功德，把他那个忤逆、食物的那些罪业都消除掉了，都抵消掉了。那么荣枯得到佛的许可，三天之后来接引他，他就把房门打开了，告诉大众啊。我见到阿弥陀佛了，三天之后佛来接引我，寺庙没有一个人相信。那这个恶人嘛，谁相信他了？但是三天时间不长，看三天之后你往不往生。大家准备来看笑话。到第三天，他很恳切地请求大家念佛送他一程。大家欢喜啊！那真往生，哪一个不欢喜啊？个个人祝福你啊！果然，念到大概差不多一刻钟，一刻钟是现在的半个小时。他告诉大家，阿弥陀佛来了。别人看不到，他看到。跟大家告别，我跟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去了，真走了。这个一段公案，一般人讲这一个故事，就写在净土深夜录，写在往生传里面。证明了佛在《弥陀经》上讲的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念佛往生要多少时间？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到若七日。这个七句，前面六句是实在的，就是一天、两天、三天、六天。那个其不是数目字，其是代表圆满。哪一天见佛往生，哪一天就是七日。所以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日期。净宗是用其表圆满。其是什么意思？东南西北四方。加上上下六方当中这七方，其就是代表圆满。你念一个月成就了见佛了，那一个月就是七天。念一年圆满了，那一年是七天。但是我们在往生传，在净土圣贤录上细细去观察，大概一半以上都是三年，三年先后，说明这一桩事情。正常的人念佛，三年决定成功。前几年，深圳有个居士黄忠昌来见过。30岁出头，他听我讲经讲的这故事，他就下定决心来试验一下，看三年是不是真的成功。在深圳闭关，向小丽给他护关，2年10个月，他往生。差2个月，满3年。欲知时至，没有生病啊。
真走了。火化烧出了就是舍利，舍利塔现在还在黄麻布那边，有个小的舍利塔，给我们做榜样。你说3年能成功，我就试验一下看看。他这个在闭关3年当中，每一天还有日记。开头这个1、2年还是进进退退。功夫真正得力的时候，第3年，真正得力。平位高下了也不定了。不要以为忤逆十恶人往生一定是下下品，不见得，说不定是上上品。什么道理呢？他真心忏悔，一下就提上去了，带着杂念，带着妄想忏悔，提升不高。真心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一下就提升到顶上去了。所以我们不敢轻视那些造无逆十恶的造罪业的人，不敢轻视。为什么？说不定他临终一下就超过我们，我们不如他。明白这个道理，不敢轻视一个人，不敢轻慢人。晓得他是什么根基啊？禅宗六祖慧能，没有得到衣钵之前，他在黄梅，谁瞧得起他？他那个时候并没有出家了，居士身份呢。在寺庙里是做义工啊，对方里都舂米破柴，他干的这个，在那里干了8个月，那8个月就是他参禅修行。他那个禅高，行住坐卧都在定中，他是真的参禅，跟禅堂不一样。禅堂面壁打坐，心里在打妄想。他舂米破柴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那就是无上深妙禅。五祖衣钵传给他之后，大家在不敢轻慢这些人，真修行人不露痕迹。没有丝毫执着。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里头都有，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。经上给我们讲道理，我们懂了，所以佛这些话我们深信不疑。无论在哪个行业，男女老少，你看他世上跟一般人没有两样，用心不一样。真正在一切四缘之下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这个人是佛。起心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那是菩萨。起心动念还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
他是声闻缘觉，这叫真修啊。穿衣吃饭真修啊，你干你的工作真修，待人接物真修啊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啊，这是什么人呢？菩萨成人呢？你在外面丝毫看不出啊！啊，他行善，他作恶都是修行。他作恶不着作恶的相，没有起心动念。啊，他行善不着起行善的相，他的心永远是经上所讲的。清净平等觉，这叫真修。你一看普门品观音菩萨三十二应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啊，应该教他什么法门就用什么法门。佛法没有定法啊，佛无有定法可说。佛没有定法可传，因人而异，因时而异，因地而异，因事而已，活活泼泼啊！你要是真清楚明白了，整个大千世界，这个世界是极乐世界，这个极乐世界上众生全是菩萨，他在跟我们表演，像个舞台表演啊，表演六道轮回，让你看清楚什么样的因，什么样的果。在舞台上啊，舞台背后全是佛菩萨啊，舞台前面是演戏啊，演给谁看的？演给我看的，千万别搞错了，不是演给他看的，演给我看的。我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，就叫开悟了，我就成佛了。啊，这是大乘究竟法了。千手千眼观音为我们表法，我们没看懂啊。啊，菩萨头顶上三十二个面孔，那是代表三十二应。啊，三十二个面孔都画成一样的，表法看不到了。要看什么？各种不同族群的面孔，各种不同行业的面孔，里面有帝王，有大臣，有四农工商，哎，甚至于要饭的，有在家出家，那就有味道了。啊，各种不同的宗教。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，表这个意思。啊，这是画画的人不了解，统统画成一个面孔。啊，所以这一段文给我们坚定的信心，啊，即使我们做错事情不要害怕，不要常常念叨，哎呀，我过去做什么坏事，别念头。为什么？你念一次，你就又造一次。啊，想一次又造一次，你这个恶业了就越来越深。不要想这些恶的，也不要想善的，专想阿弥陀佛。
把一切善恶统统忘掉，专念阿弥陀佛，我就成就了。我决定得生，我生到极乐世界，一定恒向阿弥陀佛。为什么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佛法也不例外。想佛的人，他就变成佛；想菩萨，就变成菩萨。那么现在人的思想，想善恶道的多，他不想，他怎么会到善恶道呢？贪、想名、想利、想财、想色，这都是恶鬼道。增长贪心啊，贪心是鬼道啊，嗔恨、发脾气，稍稍不如意就不高兴了，那是地狱道。嗔恚是地狱道，愚痴是畜生道。那么现在人的思想是贪嗔痴多。天天念头落在贪嗔痴上不好啊，这是三恶道啊。为什么不念阿弥陀佛？为什么不想阿弥陀佛？念佛想佛有大利益，有大好处，为什么不敢？三途真有，畜生你看见了，还有大部分的畜生你没看见。鬼道你没看见，地狱道你没看见，真有啊。我们从最近这十几年来，遇到一些附体。以前没有，听都没听说过。附体亲眼面对，细心去观察，它不是假的，不是人表演出来的，它表演不出来。早年我在新加坡。我们家乡的城隍附在一个家乡人到新加坡来看我，他说出我小时候的事情，在农村里头六七岁干的事情没人知道，大概只有我母亲晓得，我弟弟都不知道。我弟弟小我六岁，我完全不知道。离开家乡70多年。而我母亲的时候，早年就解放之后没多久，她就躲到上海去了。怎么会有人知道这个事情？所以这决定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城隍爷搬家，给我印象非常非常深。是在过年的时候，冬天下雪。搬家的时候路上还有痕迹，有车有马，还有罪犯，那个。带的那个脚镣啊，血上印的有印子，那真的不是假的。所以城隍把这个事情提起来，他说：“城隍搬家这个事情你还记得？”记得。
这个是也绝对不可能说得出来的啊，抗战之前的事情啊。我那个时候才六七岁，刚刚记事，遇到这么一桩事情啊，那城隍知道，城隍搬家三天之后，军队把城隍庙毁掉了啊，所以他们晓得三天前就搬走了。啊，那么这是我第一次遇到附体。哎，家乡城隍来告诉我，他来找我干什么？要我帮助他恢复城隍庙。我就跟他讲，这个难呐，这国家政策了，不许可。啊，我听说，如果是佛庙，旧有的是佛庙，国家准许恢复，神庙不可以。啊，神庙祠堂这个不可以了。啊，他就给我讲，阎王殿、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、最大的好事，就是阎王殿。他那个时候的阎王殿是泥塑的，就是十殿阎王，啊，那个。造作不善的人呢，在受的果报，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，啊，做得栩栩如生。啊，我们小时候，啊，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，啊，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，做坏事受这个报应。好，这个教育非常深刻。这个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。啊，儒家劝善是你自己有良心不好意思造恶。有时候看到还忍不住啊，还会干呢。城隍庙看到不敢作恶，为什么作恶要受报应呢？啊，妄语两舌要入八舌地狱啊！啊，谁敢？啊，古圣先王。就用三个硬体设施就把人民教好了。啊，你说他是迷信，但是他真的把事做好了。人不敢有恶念，不敢有恶言，不敢有恶行。啊，这是他们的本事。你今天说这是迷信，现在人心坏了。什么坏事都敢做啊，做的连你都惊心动魄，怎么办？你没有办法，所以实际上比不上帝王，他有办法，你没有办法。啊，神道社交，用今天话来说，它是最高的哲学，最高的科学，达到登峰造极。啊，科学、量子力学今天逐渐发现，佛在3000年前说的经典上这些事情，逐渐都被证实了，
证明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是迷信这两个字有在哪里？就在我们眼前。我们没把它搞清楚，就相信它，这叫迷信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搞清楚，说它是迷信，这也是迷信。你没搞清楚嘛？你说它信，你信它是迷信，不信它也是迷信。啊，真正搞清楚、搞透彻了，你才有资格说它是是，它是非。你才有资格说，没有搞清楚，说是错了，说非也错了，你根本没有资格讲话嘛。啊，那我们说一般这些迷信的人，我们没搞清楚说他迷信，我们是迷迷信，我们比他加一倍的迷。他只一层迷信，我们双重迷信的，我们不如他了。啊，这个事实必须承认。啊，宗教到底是什么？把宗教经典搬出来，细细去研究。啊，你要是粗心大意，你看不懂。看不懂怎么办呢？看不懂就说他是迷信。看懂之后啊，就五体投地了。啊，那么现在人犯的通病，粗心大意。啊，没有科学家的精神呢、啊。科学家的精神是追踪到底啊，一定要搞清楚、搞明白，不明白不罢休啊。啊，到最后他相信了。啊，佛经上所说的万法皆空。啊，境随心转，相由心生。这些在以前。很不容易解释的，我们学佛学了几十年也没办法解释。啊，通通有疑惑在里头。那么这些疑惑被今天量子力学家解剖了，看到量子力学家的报告跟佛法一对照。我们完全明白了，啊，对佛经五体投地，佛3000年前讲的，今天量子力学家把它证明了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啊，经上东西字字句句都是真的，不了解是我们程度不够啊。我们欺辱的不够深的啊，那就带着怀疑，带着傲慢，没有尊敬心啊，没有尊重的心，没有诚意，这个学问你进不去啊，这就是难了啊。我有一次接受广播电台的访问，主持人问我：“中国几千年留下来传统这个东西，里头有没有糟粕？”我说有。他也很惊讶：“哪些？”我说：“看不懂的都是糟粕。”这大家哈哈一笑。现在糟粕的定义就是如此，我看不懂你糟粕，看懂了，这是进化了。这就是太粗心大意，
对古人完全不尊重啊！不但不尊重古人，不尊重自己，怎么可以这么粗心？不懂得细细去求啊，他一定有道理，没有道理怎么能传几千年？几千年当中多少人看过，都没有把他这个错误念出来，还到我们这才能念出来，这值得质疑。我们跟古人比，我常常说比不上。那为什么？我们人很聪明，发明很多机器，这不算是聪明。古人心定。勤俭欲望少，所以他有智慧。今天的人心浮气躁，他有科学的知识，有科学的技术，他没有定功，他没有智慧。他是知识，知识跟智慧不一样。智慧是圆融。是没有障碍的，没有局限，没有后遗症。现在的知识有局限，不是圆融的，而且有后遗症。千万年留下的东西。怎么会没有道理？美国休兰波斯用意念治病，他治好几千人，你不能不相信。例子摆在那里，几千个例子摆在那里，这世界闻名。他那个法子从哪来的？夏威夷土著传下来的，他在夏威夷学，他不是夏威夷人。我原先以为他是夏威夷土著，不是的，他来看我，他美国加州的，现在还住在加州，学了这么一套本事。这一套本事决定不许怀疑。要以真诚心、大爱的心、恭敬心、谦卑，才能学得会。实际上，那个道理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。我问他。你治病的原理是什么？他告诉我清净心。他不是佛教徒，没有读过佛书。他们古老传来的方法，说必须把自己。意念记忆，你能够记得的记忆，所有一切不善的记忆、负面的，统统清除掉，把它洗刷干净。正面的、好的记忆也要清除掉，这个很有道理，恢复清净心。让这个清净心里头没有任何东西在里头，那就是我们这经上讲的清净平等觉。他只要到第一个阶段清净，就能治病了，这个能量就出现了。这就他凭这个把人病治好。方法呢？
用的方法跟佛法修行方法很接近，观想。啊，大乘里面讲的直观，直就是清楚杂念妄想，把这个你清除掉。啊，这是直，止于清净。观，要求病人呢，四桩事。第一个姓名，第二个出生年月日，第三个现在住的地方，住在哪里？第四个病历，你在医院检查的时候，你病历，你是得的什么些病？他只要这四样东西，啊，这四样东西拿到手了，不要跟病人见面，病人距离两三千里路都没有关系。啊，病人在美国，在此地可以给他治病。啊，用观想，把病人跟自己观想成一体。啊，观想成一体之后，展开病历，晓得自己哪些地方有病。啊，特别是严重的，像癌症这些东西。啊，哪些器官里头有癌细胞？啊，治疗的方法是每一天半个小时，这30分钟。啊，要静坐观想。啊，念四句口诀，这也是他们祖先世世代代传下来的。第一个是对于病毒的细胞跟他讲对不起，请原谅，谢谢你，我爱你，就这四句。啊，对着这个病毒的细胞啊，说这四句话，重复说半个小时。啊，心里头没有杂念，就是念这四句。像念咒一样，啊，念这个四句，一天，半个钟天，30天病就好了，啊，自己病毒恢复正常了，对方就好了，很奇怪呀。他最著名的一个活动在夏威夷，夏威夷有个神经病院，里面大概有20-30个病患，非常严重，啊，他是打人的，啊，医生护士都不敢接近，他去用这个方法治疗，病人没见过面，啊，名单给他。性别年龄给他住的都住在这个，他都知道，他就在另外旁边租个房子，啊，每天这样做3年，这病患全部都好了，啊，这个医院就关门了，啊，他就这样就出名了，啊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今天量子力学家讲的。疑心空无，念头可以控制物质，身体细胞是物质现象，念头可以改变它。啊，它为什么会得病？不善的念头啊，不善念头，贪嗔痴，贪嗔痴佛法叫三毒啊。你带着这三种病毒啊，这严重的病毒。啊，他用这个清净心观想，把贪嗔痴卸掉了，病毒就没有，就恢复正常。啊，在佛法理论上完全讲得通啊，他真干，真做到了。啊，这个四句偈，
是从真心里头流出来的。啊，我们到这个世界，对于所有的众生，都要说一句对不起。啊，你们造作不善业来了，我跟你们造作一样，同样不善业，我也来了。我要没有不善业，我怎么会到这儿来？真正觉悟了，对任一切众生，对不起，啊，请原谅，原谅我的过错，有意无意，啊，谢谢你的原谅，啊，最后说我爱你。为什么？我们都是同一个自信变现出来的，整个宇宙跟我们是一体。啊，这个爱里头没有亲，这个爱是智慧。啊，所以他到我这儿来，我们门口大树，他抱着树，我爱你。啊，表演给我们看。啊，他不念法，别人想跟他学，他都乐意传授。啊，方法的确是不难，最难的是要你自己把你自己念头里的一些杂念清除掉，这是你自己的事情。你能做到，你就有这个能量；你做不到，你没这个能力。啊，可以治自己，可以治帮助别人。所以我告诉他，这个方法好，万一有灾难，医院没有了，医药没有了，这个方法能救人。啊，不需要用医药。啊，我这边的修兰博士，那当最下面这个。啊，要有真诚的爱心呐，爱整个宇宙啊！啊，所以我说过啊，深入。中国传统文化，惠爱天下人，要深入阿弥陀佛，对阿弥陀佛真正明白了解了，他能爱全宇宙，啊，遍法界虚空界一个真诚爱心。啊，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深深体会到，爱是你自信这个本有的。现在为什么爱心变成自私自利，变成损人利己，变成毒了？啊，爱心是最善的，现在一转变是最毒的，最狠。啊，这什么迷了？迷得太深了，造作这么重的罪业，这个罪业全是阿鼻地狱。啊，堕到阿鼻地狱就是去消罪业的，罪业通通消完了，你才能离开。啊，你永远迷，永远不觉悟，那个罪就永远受。你决定出不来。啊，佛帮助一切众生回头。啊，回头去成佛了。用什么方法？教学。释迦牟尼佛在世，从开悟那天开始。一直到圆寂，啊，79岁圆寂，住世49年讲经教学，没有一天空过，让大家觉悟，让大家醒过来，不要再造业了，忤逆十恶罪太重了，回头很难。
你要不回头，地狱罪有的受了。啊，最近这些年，我们看到这些附体的这些报告，决定是真实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个里头，你只细心去看，它是教育。叫我们深信因果报应，不但不可以做坏事，不善的念头都不可以动，你念头才动，业就结下了，罪就成立了。啊，你会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不能用恶意对人，恶言对人，恶的行为对人，将来自己统统要受果报。啊，造什么因得什么果，丝毫不爽啊！啊，明白这些事实真相，我们对阿弥陀佛的感恩这个念头升起来。谁能帮助我们出地狱？确实只有阿弥陀佛。那遇到阿弥陀佛这个人，大福德的人，不是过去久远界种的善根福德，你这一生遇不到，遇到也不相信，当面错过。啊，大乘教里头有，说到每一个念佛往生的人，都是过去生中无量劫来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这还得了啊！往生的时候是得一切诸佛如来的加持，让你对这个法门能信。能解能行，往生就是能证，你证果了。没有这样的善根福德因缘，你没分了。啊，那我们要问了，我们是不是有善根福德因缘？我们就念信了。啊，信了怎么样呢？功夫不得力，毛病习气扶不住啊，遇到缘还是会起来，天天都还在造业，怎么办啊？这就是无量劫来是在修这个，是在修这个功夫还不够，扶不住烦恼，降不住烦恼啊，怎么办？如果真的明白了，要向古大德一样，盈科法师给我们做出最好的例子，真正发狠心，我不要命了，我就求生极乐世界，行不行呢？他做到了。啊，我们当然能做到。我们作恶，无念是恶是有，不能说没有，但是还不是很严重。啊，回头还来得及。啊，要知道，生到极乐世界是一个不寻常的大事。为什么？到极乐世界就做阿惟越之菩萨。这多么不可思议。
啊，你是做个普通菩萨，做个阿罗汉、辟支佛不稀奇。啊，怎么可能做到阿惟越致？啊，阿惟越致在一般讲是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。啊，三大类的烦恼都断了，见思烦恼断了，尘沙烦恼断了，无明烦恼断了。啊，剩下来的是无明习气，无明习气断不了，那要到十报土去修行。十报土除了这一点之外，跟妙觉如来智慧神通道理几乎没有差别。啊，这是所说的41位法身大士。啊，我们有理由相信。弥陀的智慧，弥陀的愿力，历届修行的功德，不可思议。他以这些东西加持你，帮助你。啊，所以在极乐世界十八土修行，比其他诸佛国土十八土修行容易成就。如果不是这种情形，文殊普贤为什么要带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到极乐世界去礼拜阿弥陀佛，向阿弥陀佛学习？我们在《华严经》上看到这个举动，就会想到极乐世界极不平凡。啊，让我们对极乐世界升起坚定的信心。啊，我们这一生到这个世界来了，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。这一生就是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，一桩大事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。但是要晓得，真正下定决心，这个世界放下了。啊，这个世界里头的明文利养、无欲六尘，丝毫不沾染了。啊，生活在这个世界，随缘妙用。啊，随缘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妙用是妙用是没有妄想分别之处，这就妙了。啊，有妄想分别之处就不妙，问造业了。啊，你修善，造善业，善业三善道的果报；恶业三恶道的果报。不管你是善是业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。所以善恶统统要放下。那事呢？事可以做，断恶修善，这是事，天天在干。断恶不着断恶的想，修善不着修善的想。那不着相，为什么还要做呢？这是属于信德，是帮助众生。有利于众生，众生出不了轮回。啊，断恶修善是告诉他，少做恶事，多做善事，在六道里头啊，人天两道去旅游，不要到三恶道。啊，这叫慈悲也，慈悲也不能着相啊。
慈悲坐下还是三善道啊，不可以坐善啊，这个坐下，无论做什么好事都别坐下啊，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啊，自己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啊，每一天欢欢喜喜，快快乐乐。这是学佛人啊，所以这个戒，这个要戒啊，底下这个一段文我们要把它记住啊。第一个是下下品往生戒得三不退，啊，第二个说明一生云尘佛骨，设法世界之所无，唯极乐所独有啊！如是甚意超绝，言思莫及，就是说不出来，言语说不出来，思想也想不到，无法想象，太妙了。故要解云，非心性之极致。这就是用心，现在心用到极处了。盈科跟我们表法的，就是用心到极处。啊，三天三夜就把阿弥陀佛念来。用心的基础啊，持名之妙学，他三天三夜就一句佛号。我们可以说，三天三夜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没有第二个杂念。这叫心性即止，持名起学。啊，那么在近代，我们看到谭旭法师《隐尘回忆录》里头的记载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郭楼匠跟谭旭是同学，都是地贤法师的学生。锅炉匠这个行业几乎等于乞丐，啊，年轻的人不知道这个行业现在没有了，抗战时候有，农村里头挑一个小担子，啊，一头是个火炉，烧火的烧火炉。另外一头是破锅破碗，啊，他能把破碎东西补起来，还可以用。啊，抗战时候资源非常缺乏，锅碗打破了，他补，补一个锅，补一个碗，两三个铜板，可以说比乞丐稍微好一点，到处流浪。到处吆喝啊，干这么一个行业，没有念过书，不认识字啊，四十多岁了，人慢慢老了，跟谭旭法师同乡啊，不是谭旭，地贤法师啊，小时候的玩伴，看到地贤法师出家了，出家住在庙里不错，啊，穿的也不错，吃的也很好，都很羡慕啊。但他太苦了，不干了，我跟你出家好了。啊，
地老说：“你不能开玩笑啊，这怎么可以啊？你怎么能出家？啊，出家人生活的本钱两桩事情，第一个奖金，你来不及了，学也来不及了，40多岁不认识字，这条路你走不通。啊，那么第二个在寺庙里经忏佛事做法会，五堂功课你也学不会，真学不会。”最后他是赖住了不走啊，地老就没办法了啊，总是小时候玩伴嘛。他说：“那你真想出家了，你得听我的话。”他说：“没问题，你说什么我都听什么。”好，这样给他剃度，也没有受戒，只是剃度了，到乡下找个破庙，宁波那边啊，乡下废弃的这个小庙没人住的，找一个让他住，就教他一句话：“南无阿弥陀佛。”他说：“你就念这一句，念累了你就休息，休息好了你就接着念，不分昼夜。”这个人老实听话，真干啊，就这么一句话。他在这个小庙里住了3年，成功了。啊，临走的头一天，他进城去看看朋友，那是最后见最后一次面，他也不说他要走。啊，这是好久没见面，看一看，不惊动任何人。啊，第二天走了，站着走的，没有生病啊。啊，头一天去看朋友，到处辞行，第二天站着走的。那么照顾他一个老太太，给他洗衣服，做2顿饭。啊，老太太一看师父死了，站着死的，都吓呆了。从来没有看到人死是站着死的，啊！赶快就报告一下佛友，佛友就派人到关中寺去报信。那个时候走路没有车，没有交通啊，一个往返3天。啊，3天，地贤了，地贤法师赶来了，他还站在那。啊，人站着死的有啊，站着3天的，死了以后站着3天的没听说过。老和尚对他赞叹的：“你成就了。”这些传宗言教的大法师比不上你，这真的。啊，传宗是禅宗的传人，言教是教下讲经的法师，比不上你。啊，这是说慧定慧不如你。再说，这些名山方丈住持也不如你，那是讲佛宝。名山宝刹主人有佛宝，比不上你。啊，定慧佛宝你具足了。一句阿弥陀佛，念了3年。啊，日夜不休息，这个方法好，念累了可以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再干，一丝毫压力都没有。啊，一个人没人打现场，啊，清清静静，没一个人知道，啊，3年成就了，这样殊胜的成就，啊，他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，啊，肯定见到阿弥陀佛，
欲知实知，他才会在走的前一天看看老朋友，看而不告诉人，这就是智慧，告诉人怕人打闲岔，我要来看看，就会扰乱他。走了以后，大家才晓得，确实，信心即止，其名共学，弥陀大愿，何以有此？这是三个结合，自己的信心即止，持名，持名是阿弥陀佛跟自己。两方面都有，弥陀大愿是佛，弥陀佛那一边的，这三个集合才有这么大的成就。说经此两愿，48愿里头这两愿，于48愿中啊，如剑拔之红心。射箭，箭靶的红心射中了。至于第18愿呢，红心当中的红心，18愿是生念必生。注解注得很长，我们也说得很细。就是无逆十恶，后面还加上毁谤大臣，都能往生。问题就是看你觉不觉悟。你不觉悟，那你就到地狱去了。你要觉悟，通通能往生。弥陀的愿力不可思议。再看下面第21愿，悔过得生愿。这一愿也是一章。在24章里面第12章，48愿里的第21愿，请看经文：我作佛时，这个我是阿弥陀佛自称，他成佛的时候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悉念我故，发菩提心，坚固不退，执中得本，至心回向，余生极乐，无不随者。这一段文是说明，一个普通念佛人，决定得生净土。你只要记住这一段经文，完全相应，你就成就。下面呢，这是讲有恶业了。若有虚恶，过去生中造的一些恶行，问我名字，即自悔过。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相信了，想求生净土，这个时候就要改过自新。为道作善呢，便持精戒，愿生我刹，命中不福，根三恶道，既生我国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这一章经文里头只有一愿，第21愿，悔过的生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又为第21愿，21愿悔过得生。
无不随者以前，同位矣。第二十言，无中缘一本，康僧开的本子，就是康僧开本子里头的经文，全用了。后面呢，这才字无矣的第五言，汉矣，内容差不多，皆成此愿，并为回顾得胜。说一语十八、十九、第二十者，端在叙事作卧之人，罪业深重，所受果报在于三途。今生闻名发心，回顾向善，智行回向，值得求生。临命终时，蒙佛缘加庇，不堕三恶道，往生彼国，是为本愿之殊胜慈德也。这是八，这一愿跟前面的十八、十九、二十不同的地方指出来了。特别显示阿弥陀佛对于造作恶业众生无尽的慈悲，还是摄受我，真正所谓佛事门中不舍一人，我们要学佛，这是不能不知道的，不能不学的。我们希望佛原谅我们的过失，我们就要原谅一切众生的过失。我不能原谅一切众生当中一个众生，我们怎么可以求佛原谅我？我们要肯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中国老祖宗告诉我们，人心本善，把它写在启蒙教科书里头，教小朋友人之初性本善，三字经上第一句重要啊，一定要晓得原谅一切人的过失，他为什么会有过失？他之所以有过失，就是没有人教他了。他本性是善的，他本来是善人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教育重要。人是教得好的，人也教得坏，看你怎么教。古代的中国社会，教育这桩事情是家庭负担的，国家指导，操作是家庭，那为什么国家不办学校，要叫你自己家里教？家教比国家办学校教要来得好。好在什么地方呢？家庭长辈没有不希望这个子孙呢出神仙的，出人才啊，他会真正用心去教他了。学校老师跟你没有这个关系，他没有这个指望啊，他用的那个心就不切，就不周到。
啊，说来说去还是古人呢想得周到，想得圆满。我们现在人粗心大意，比不上古人。啊，所以古时候国家只举办一些考试，选拔人才。人才的培养是你家的事情。啊，那么中国自古以来是大家庭制度，这个大家庭缘起于农业社会，神农氏。啊，最早伏羲是打猎呀。啊，那是游牧民族啊。到以后知道耕田了，耕田就定居了，定居种田。那人越多越好啊，人多好做事啊，啊，所以就鼓励呀、多子多孙呐、你这个家业才能支持下去，才能发扬光大啊。所以多少代都不分家的啊，这是中国的长处，中国社会优点啊，自古以来。就过社会团体生活，团体生活要照顾别人，就不是自己一个。啊，因此中国人心量他就大，他没有自私自利。小孩出生在这个家庭里，从小父母就教他起心动念要为整个家族，你来这干什么？荣宗耀祖。啊，所以《弟子规》里头决定不准有小孩学叫私藏，这个不可以的。啊，不可以自私自利。啊，要想到的是我整个家庭，想到父母，想到祖父母，想到兄弟姐妹，想到我们族群。啊，这些是我们生下来我们服务的对象。啊，人人跟自己都是骨肉。啊，大家庭好处多，毛病少啊。小家庭啊，好处少，好处什么？你自由自在，没人管你。啊，大家庭不行，一举一动都有规矩，不自由。好处在哪里？教育，父母不要操心。那整个家族的事情，啊，还有老了养老，啊，不要操心，老了怎么落叶归根？啊，落叶归根是什么？回家养老啊，养老过天伦之乐啊。啊，祠堂就是老人活动中心，啊，每天到祠堂有说有唱有玩耍的，啊，那些地方啊，有喝茶聊天。啊，有亲戚，也有外面来的朋友来访问，啊，来接待，真叫欢喜啊！啊，所以中国老年是享福，一生辛苦，什么时候享福啊？老时候享福。啊，跟外国人颠倒，外国人享福是儿童，儿童享尽了福，一生的福报享光。啊，中年走向社会，那就非常辛苦，给人拼，给人斗，啊，给人争，到老的时候，进老人院等于进走进坟墓一样。啊，虽然国家照顾，物质生活没有问题，精神生活没有。啊，自己儿女亲人，一年都不会来看你一次。你说他多孤单，多可怜啊！哪有中国人老年回到老家，亲人围绕着，周边围绕着，这种享受，外国人连做梦都想不到啊！啊，这是东西文化不同的地方，最明显的地方了。啊，中国人一生呢，他有保障。谁保障你？家庭。
你在外面做事情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家庭支持。家庭是最可靠的支持者。啊，那你在外面所赚的，通通贡献给家庭。啊，让家庭这个力量越来越大。你在外面办事越来越好。所以所有一切收入自己省吃俭用啊，多余的统统归家庭啊。那么家庭多半都是卖田地卖山林，这叫制衡产啊，这个产业不会是掉的啊。那么这些产业可以生财啊，生财支援这个家，支援每个人，无论从事哪个行业，家支持你。啊，现在像银行贷款的不必，家里支持。啊，所以中国社会能够绵延几千年而不败，它有它的大道理在啊。啊，这些大道理都被现在人疏忽了啊，他们没有真正了解这些好处啊，只是看到坏处，没有看到好处。看到外国人也只看到好处，没有看到坏处。如果真的好坏都看出来了，对比一下，中国这个好啊，同样一个道理。古时候的这种专制，现在的民主，民主有民主的好处，有民主的流弊，啊，君主有君主的好处，也有君主的坏处，你通通把它看清楚了，比较一下，我赞成君主，我不赞成民主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君主没有一个不负责任。没有一个人不真为人民，他要不负责任，不真为人民，人民起来造反，把他推翻了，他就完了。他不但自己做好，他还把儿子教好，孙子教好，世世代代都教好，为人民服务，他的政权稳固，啊，他的富贵能保持。一旦不顾人民，只顾自己，花天酒地去享受，那一生肯定被人民造反政权垮掉了啊。所以那个是为千年万世着想，想得深想得远啊。民主不行啊，一任只有四年，他只想四年，四年才想什么，我花多少钱，花多少力气，才让大家把我选上，我这四年要把老本拿回来，还得一本万利。不负责任呐！啊，他落足了就下台了，把他当做生意买卖来看了。啊，做什么生意能赚大钱呢？做总统能赚大钱。啊，人民他不顾了啊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。可是孙中山先生想了一套方法，我非常赞成，把民主跟君主的好处啊结合起来，弊病呢统统远离。这个办法好，这个办法叫做一党专政啊。因为过去它是一个家庭专政，是一家人，这一党是集合全国的精英啊，这些有德行有智慧的人啊，建立一个管理国家的这么一个社团，称之为政党。啊，非常可惜啊，孙中山先生死得太早。他要多活十年的话，中国不像这样。啊，这个构想是好，
但是要怎样才能够真正落实？那就是教育。教育就是如何把参与政党这些人教好，这就成功了。啊，用什么教啊？老祖宗的伦理可不能丢掉。啊，这中国四个宝啊，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这四宝。啊，这个四宝的教育深入人心。啊，修身治国平天下，唐太宗已经搞得不错了。群书治要，啊，大家都学这部书就成功了。这部书学通了，啊，这个国家大大小小事情应付今天社会复杂的社会绰绰有余。他们有这个能力。这部书是宝典，这部书是中国四库的精华。啊，他在四库里头找的经史字，啊，即使文章他不要了。啊，这三种三部里头精挑细选，10000多种里头，最后挑选到65种，从65种里头。借取精华编成这部书，啊，是真正是国宝啊，宝中之宝啊，啊，它的根在哪里？它土壤在哪里？似乎就是它的根，好像菜园，这是从菜园择出来的精华，在这里，哎，它的根本就是似乎。啊，不但能救中国，能救全世界。啊，全世界每个人都学，全世界就变成一家人。啊，自自然然变成一家人，相亲相爱。啊，互相尊重，互相关怀，互助合作，不是理想，决定做得到。啊，就要在人做啊！啊，我在马来西亚跟纳吉首相谈，我说你要做啊，他欢喜啊。啊，在这个纳吉昨天日本的鸠山来访问我，我告诉他，他要欢喜，他也愿意做。啊，每一个国家人。如果他真正明白了，没有一个不想做的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啊，所以一定要懂得，特别是佛弟子，要懂得回顾向善。啊，善是本性。是信德，恶呢是违背本性，违背信德。就中国这个四宝，不是哪个人发明的，不是哪个人创造的，它是自然的。你说父子有亲，谁发明的？谁创造的？没有人呐。啊，昨天我跟鸠山还谈到一个往事，好像是2004年，2004年，我在日本参加一个联合国的和平会议，啊，教科文组织主办的，在日本冈山。啊，在日本我开过2次会，啊，参加过2次。啊，有一天，冈山那个地方我很喜欢，民风非常淳朴。
啊，确确实实，那个地方的人家，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。这是古时候的，是现在不敢想象啊！啊，到那个地方真的是这样的。啊，我们有一个华侨，赵先生，啊，前年过世了，他在那里开了一个饭店。告诉我，有一次他们全家有事情离开家，一个多星期。他们店大门是严的，没有关，一推就开了。啊，这样的淳朴风气，我们在日本看到，啊，所以他的这个文化底蕴还是很好，啊，都市比较差，农村保持得很好。啊，我有一天。这个带着同学们20多个人，啊，我们在外面这个散步，有一个年轻的妈妈推了这个儿子4个月，我走在半路上突然想起来，哎，大家停下来，啊，大家，我说你们来看，父子有亲，啊，这个地方就在此地，你就看到了。啊，我说你们细细去观看，这个小孩才4个月，没人教他。你看他的眼神，看他的动作，对他妈妈。啊，这不假了。1万多年之前呢，中国老祖宗看到了，欢喜啊！啊，中国文化就从这里出来的。这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啊！那么那个时候人一定想到，这种情爱，自然的、天然的，如何能保持一生都不改变？就想出这个问题啊！那么这就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缘起，中国传统教育的目的。啊，是要这种情爱永远不变。那么第二个目的呢，是希望这个情爱发扬光大，从爱自己的父子之情啊，能够爱祖父母，爱兄弟姐妹，啊，爱你这个家族扩大到我们整个的族群，啊，扩大到邻里乡党，扩大到社会，扩大到国家，最后扩大到全人类。凡是人皆学爱，中国传统是爱的教育，中国政治是爱的政治，中国所有一切全是以爱为核心，啊，非常可惜，我们是最近200年疏忽了，看到外国人洋枪大炮好像很凶猛，啊，来侵略我们。我们认为自己不行的，错了，完全错了。啊，孙中山先生说得非常好，外国人比我们强的，就是机器。啊，我们不如他，除此之外，他们没有一样东西能跟我们相比。这是。两方面了解透彻了，啊，我们前面100年是满清时代，满清末后100年，慈禧太后执政，传统文化疏忽了，啊，慈禧太后不尊重，换句话，慈禧读书不多，啊，对于传统文化不认识。啊，造成这个过失。啊，他不尊重，民间不重视。啊，对于传统文化的尊重，啊，对于佛法那种礼敬衰落。到民国，
民国一直在战乱，军阀割据，中日战争，讲的人都没有了。到现在，我们想找一个真正懂的人，找不到了。我上一辈子，我的老师，他们那一代还有十几个人。现在统统过世了，一个都没有。怎么个恢复法？孟夫子给我们带了个头，做古人的私塾弟子。孟子做得很成功。孟子学孔子，孔子往走了，不在了。孔子的著作在。就孔子所删定的诗书礼乐这个东西在，他就学这个东西。不懂的地方呢，向孔子的学生请教。那个时候孔子学生还有不少人在世，他学成功了，学的成就超过孔子当年所教的弟子。今天人家提孔孟，不提孔颜，不提孔曾，提孔孟，就这个开端好啊，告诉我们呢，有一条路可走啊。学就得学一个人，不能学杂的。两个人是两种思维，三个人是三种思维，不能搞杂了。要学就是一样，一样，目的是开智慧。知识是其次，智慧是第一，所以学东西没别的，修清净心，清净心生智慧，心不清净生烦恼。这就是现在人为什么比不上古人。我就用这个例子来说，你的清净心比不上古人，为什么？你还有贪嗔什么？你还有功高我慢，这就不如人。人家没有这个东西，他先生智慧；你有这个东西，生烦恼。头一个念头想，怎么我自己的理？这就坏了，这就不润了。所以古老的教学法我们要恢复。怎么个恢复法？在今天我们做实验学校，为什么你不承认吗？你没看到吗？我试验个十年之后，看看我们的成果。我真有成果，你们相信我？你们搞教育的，好好思考，怎样去改变教育理念，怎样去改变教学方法、教学内容。不做出来，怎么讲都不没有人相信。那么至少要做十年。这是天下太平、天下大治的大根大本呐，得有人去做。现在我想能找到几个人。我们把这些理事讲清楚、讲明白，他们真听懂了，真发心、真干，这个世界人有福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